行最近特别好。我现在使用的这款就是美兰达的直饼干 S802M， 它的长度达到2米13。首先它射程肯定就远了，但是它这个杆子偏中调。那么我们用 VIB 的话，其实使用的时候啊，它那个会震感它会降低很多，因为它的那个杆件的软度足够。就在李坤说完这句话之后，哎呀，挂了，挂了也别着急，抖两下也出来了，你看。虽然遭遇了挂底，但李坤的心情似乎并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加快了频率，扩大搜索行程。然后碰到这种咬口的时候错过了，那么我们换另外一款赶紧抛过去，看能不能有几率把它弄上来。晌午的天气格外的暖人，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搜索无果后，李坤决定改变坐钓标点，看看能不能有一个好的收获。很快便传来了讯息，跑掉了已经。没有，还在。还在。还在。线怎么松的了？没松，没松，没松。不沉了。我这个地方还是有的吧？这条大。这么点点大。耶、yeah ！好，开竿鱼，上了一尾啊，开竿鱼啊。Our hearts beat to the city streets.We began to feel the fire. We rise like tall buildings as the chemicals they take us higher. The night's young, and it's just begun as she puts her hand in mine. We wanna chase the night.开回去试一下，像我们钓这种排弦站的话，能看到这种，你看这里青管子，基本上我们这沿着管壁，让 VIB 去撞击它，往往这个时候它可能就会有咬口。你撞到这种管子的时候，咕咚一下，可能一条鲈鱼就在底下，它就窜出来咬你了。